缤纷万千再生松，是由生松超市诚意呈现。掌声欢迎今天晚上金河小朋友歌唱比赛大决赛的八位小朋友。编号一杨林，甜甜的笑容让人留下了印象，歌唱还有走猫步都是他的最爱。编号二李双鱼，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大将之风，台风稳健。编号三是叶捷运，一双眼睛能够传神，除了歌唱他也非常喜欢表演。编号四蔡心田，害羞的他一旦唱起歌来呢，就进入忘我的境界哦。编号五是徐子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大型的歌唱比赛，舞蹈可是他的专长哦。编号六陈文轩，性格活泼，长大后想要当歌手、舞蹈家和节目主持人。编号七是巫玉文，参赛前的两个月才学歌唱，就能够一鸣惊人进入我们的大决赛。编号八黄子薇，年纪虽然小，唱起流行歌曲感情却是丝丝入扣。再次给我们舞台上的八位小朋友掌声鼓励鼓励。谢谢我们的八位小朋友们，欢迎你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缤纷万千再生松。今天晚上我们舞台的这八位小朋友呢，就要一展实力哦，要争取的就是我们冠亚季军的宝座了。是的，当然今天晚上呢，要颁发出前三奖的这个奖之外呢，我们另外还有两个非常特别的奖项，就是最佳造型奖，还有最具童真奖。哎，是的，那当然就要看他们的表现如何了。当然你也可以一起啦，预测一下到底谁会得奖。而今天的节目呢，虽然是大决赛，但是我们还是会照常的进行一波即中百倍奉还，还有非常诱人的十雷运转千倍赏。千倍赏啊，千倍赏，今天呢是第七位千倍赏的得主，希望呢他会开启一千倍。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侧重一千倍的位置、哦、对，看看待会儿他运气如何。是的，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大决赛的丰富的奖金和奖品有哪些。恭喜入围大决赛的朋友，今天是大决赛，你们要更努力哦。今天的评分准则：音色音准30分，节奏感30分，造型服装20分，台风10分，娱乐性10分，总共100分。冠军可获得5000元和奖杯一座，亚军可获得3000元和奖杯一座，季军可获得2000元和奖杯一座，优胜奖各可获得奖金1000元。还有最佳造型可以获得1000元，最具童真奖可以获得奖金1000元。你说今天谁是冠军？不用你伤脑筋，他会做决定。是的，今天是大决赛啊，那总共有8位小朋友一起来竞争哦。对、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评判团阵容是强大的。可是还没有比赛之前我已经开始紧张了，不懂为什么。我也是啊，为他们紧张。对，好，这时候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5位评审。第一位，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麋鹿兵的鼓手 Sam。 另外两位呢，是我们 ES933 最新频道的 DJ。 第一位欢迎谢家发。再来，我们有萧佳慧。好，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绝对 superstar 的冠军，欢迎 Darren 陈世维。还有我们的音乐总监，欢迎徐平老师。好，徐平老师，谢谢。欢迎欢迎我们5位评判嘉宾。哇哦，你看八位
位小朋友，五位评判嘉宾哦，很难做决定嘛。对，所以你看，我们真的是落足了所有的人力在里头啊、哦。希望呢，这个比赛呢是比较公平的。是的，那首先呢，要欢迎我们第一位要出场的小朋友，编号一的杨玲小妹妹，今年才八岁哦。对，她要唱这一首歌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是说的是她今天的心情，是加江波吗？说不出的，快活，欢迎她。时光倒流，你有没有回到哇古时代？那个是岳飞耶。岳飞，你说古代吗？嗯，不知道，我知道他唱什么歌的。OK， 先给大家介绍这位参赛朋友，今天是编号二的李双鱼，今年八岁，带来的歌曲就是来《精忠报国》。你以为是在我后面呢、啊？我们掌声欢迎。我跟你讲，前面两个这个歌手一唱了之后，你就觉得真的是来势汹汹，有什么搬什么出来啊！现在，对，太了不起了，我很期待接下来的小朋友、啊。对，编号三的叶洁韵哦，今年六岁。是的，他唱的歌曲也很特别，叫做《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草原会不会搬过来？掌声欢迎。
先搬来。对，后面有曹佑，刚才看到也是吓了一跳。好，下到出场的这位朋友呢，6岁哦，叫蔡新田。是的，唱的歌曲是啊，这个东西是我很爱吃的。哦，你爱吃的？对，你爱吗？可是呢，这东西是我爱做的。banana 布雷哦。对对对，我爱做吗？然后你爱吃吗？真的是好东西。你是冰淇淋啦？OK， 我是运动的啦。OK， 所以他带来这首歌曲就是《香蕉船》，掌声欢迎。呵护着丰硕饱满的颗米免受污损，完好储存颗米中的营养精华，保留独特香味，芳香扑鼻，松软爽滑。金和皇族香米，粒粒娇生惯养。 KFC 外卖专送，让您每天领取千元现金，真正难以抗拒。 KFC Delivery 6222611上网订购可享有双倍的赢奖机会。Business or pleasure? Pleasure. Well, in that case, welcome, my friends. 这非凡的体验是否带给您无比的欢乐？黄茂共欢乐，精彩无尽头。一次最难得的相聚，郑中基苏永康 Live 09，10月3号 The Max Pavilion at Singapore Expo 深情开唱，订票热线6348-5555或上网 unusual.com.sg。演唱会是由 unusual entertainment 带给您。全成长。喂，这天我们是最高的。山中
怎么样，紧张吗？我们要再送钱了 ，OK？ 阿姐有请。是的，我在想啊，如果你是声松超市的顾客的话呢，真的是又幸福又幸运哦，因为常常呢会有机会呢赢取奖品，很丰富的奖品还有奖金哦。哎，接下来幸运的就是这三位了。好，抽中了三位，同样的待会呢会在我们声松超市哦，四个格子里头呢各选一个。好，下来马上要打电话给他们了。第一位，让我们来看看是住在哪里的朋友。这位朋友是住在 Rivervale Walk 的一位朋友，花了36.9块。36.9块。 Rivervale Walk 就是里巴巴里路吗？圣港那一带啦。对，我听到 Riverview 我就以为 River Valley 了。哦，真的吗？OK， 好，这位朋友希望他会自己来接听电话，让他自己来决定。打的是他的手机哦。对，36.9块的花费。单，说了吗 ？B。单 B， 是你吗？阿丁。Hello。阿丁啊。B 丁啊。你是 B， 你是 B 丁啊？你是吗 ？Hello。你请问是单 B 丁吗？对对对。你好，我们这里是缤纷万千在声颂。为什么你这么迟才接电话呀？哎，来，我有预感，我中了，你听我讲，我预感呢。真的、啊，我们有预感会打给你哦。你来，快点，声松超市四个格子选一个。是你的预感在哪里？数对象 ，one or two or three。Yes， 还有 four， 1 2 3 4。你的预感是？松啊！松啊！祝你好运喽！松，来帮他喊一下，百倍。多少倍？百倍，不知道有没有100倍哦？百倍！你有看电视吗？我在看。OK， 不错啊，60倍也是额外的花红哦，2217块，恭喜你！我写出去拿，我们会电话联络你。我们再联络你哦，必定。谢谢你，拜拜。好，恭喜，拜拜。OK。很厉害，我有预感。声调变了，他声调变去了。我有预感呢，今天。OK， 接下来第二位哦，这位朋友他呢是花了44.1块。44.1块，希望有办法联络上他。这个是手机吗？对，是手机。好，我们再试多一次。因为现在有些手机是八字头的了。对。OK， 这位朋友。好，希望他会 OK， 拨通了。这位朋友是住在伊顺 Ring Road。义顺环路。Hello。Hello。请问郑红在吗？黄郑红啊。啊。你是黄郑红吗？啊。你好，我们这里是缤纷万千在声松。哦，你好。你好，来声松超市四个格子，麻烦你选一个好不好？我们告诉你获得多少钱的奖金。好，好，祝你好运喽！升至多少倍？要一起喊的，百倍，一起喊黄先生，百倍，一下有没有百倍？到底是不是百倍？你们看电视，黄先生。没有看。不要紧，恭喜你获得了4410块，我们会电话联络你，拜拜。恭喜你，拜拜。好，第三位朋友花了114.1块。哇，114，哎，这个百倍就越来越激动了哈、哦。厉害，你是讲我吗？对。对呀、啊、我的调也提高了很多。对吗？我们少打一个号码。OK， 我们再试多一次看有没有办法联络上他哦。这位朋友呢是花了114.1块。对。OK， 没有办法联络上他，阿姐有请，请转轮盘。我们就靠你了。Okay， 我们帮他转一转，不知道他会开中哪个格子。好，来，到底是哪一个呢？你们说会开哪一个？声松超还是声松？松，好，祝他好运哦！希望是多少倍？是的，希望是100倍，有没有100倍？60倍哦，奖金也非常的高了啦，花了100多块，恭喜6846块，太恭喜这位朋友了，可惜联络不上他，不过我们会再打电话找他的。好，我们来看看其他的百倍在哪一个格子里头哦。好，第一排是在哪里呢？其实三个都在声。哦，好。待会儿我们有另外
三个百倍，再加上我们还有千倍，广告之后还有歌唱比赛。是的，千万不要走开哦，我们稍后再见。缤纷破茧，绝对你。对不起，我就死定了。你们把身份证交出来，明天这个时候拿10000块来赎。口口声声说不会害我，现在连我身份证都被人家拿去了。你做什么工要做到三更半夜？你是不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工作？就算我跟狼人上床都不要你管。阿光和阿明被风扇的铁片打伤了头，送入医院了。我怀疑你根本没有把风扇修好。我现在要宣布马有权降职。英镑，你现在是维修部的 supervisor。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八频道烂兄烂弟是由 Daikin Air Conditioning 协力赞助。40多年来，我们不断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实力，我们创建超群，不论是本地或是国际客户，我们总是信守承诺，以卓越品质满足客户期望。我们以客为尊，提供高素质及创新的服务，精心为客户们打造梦想家园，让他们享受非一般的成就。无论在生活、工作及休闲上，无时无刻都感到安稳舒适、豪华惬意。远东机构不仅建造家园，我们启发进步，启发成功，启发优质生活。The darkest hour. This is a different kind of magic. Is upon us all. I cannot destroy it alone. It's over. Fight back, you coward! Harry Potter and the Half-Blood Prince. Only in cinemas.在头发的世界里，头皮屑像病菌一样正迅速蔓延。Clear 爆发冰凉威力，让头皮屑无所遁形，体验超强的冰凉威力，洁净无头皮屑，头发清凉如冰。盛产于泰国东北香米原乡的金和皇族香米，金甲般的糠壳呵护着丰硕饱满的颗米免受污损，完好储存颗米中的营养精华，保留独特香味，芳香扑鼻，松软爽滑。金和皇族香米，粒粒娇生惯养。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对，刚刚我们忙着送钱送钱，第三位中奖的我们没有讲他叫什么名字，是因为联络不到他就忘了跟大家说他叫什么名字。对，他叫 Safia。 OK， 不过我们会电话联络他了。是，如果你是 Safia 的朋友的话，记得跟他讲一下。好，那下来呢，编号五徐子晴，8岁的一位小朋友呢，要继续我们的金和小朋友歌唱比赛。是的，带来的歌曲是唱歌又舞蹈，掌声欢迎。Yeah.
你看大决赛真的是不一样哦。对，因为真的是出尽法宝，是又道具之外还有这个伴舞的什么。对，如果是你女儿来比赛，我看你会去跳舞了。我一定会跟她跳舞，一边弹琴一边跳舞又打鼓，这样厉害。刚才是因为马来姑娘嘛，下来的是小丑要出现哦。小丑没有，他们是小可爱，不是小丑。对，下来的是7岁的陈文萱要登场了，是带来的这首歌曲是《鬼脸娃娃》，掌声欢迎。我们所有的这参赛者哦，造型真的是让人目不暇接。原因是我们有造型奖嘛，还有童真奖哦，今年的大决赛。是，所以说呢，不止我们八位小朋友，每个都很用心、很努力。我们的评判嘉宾每个都要伤脑筋哦，怎么选呢、啊？要好好的去努力打分呢。是，都看到我眼花缭乱了。好，那当然下来呢是编号7的朋友要出场了，那是6岁的巫玉文。是，今天是每一个呢都是娃娃，所以这位小朋友带来的歌曲是《娃娃舞》。下来就很快的已经来到我们第8位参赛者了，黄子薇8岁。是的，黄子薇呢，他到底会使出什么法宝来吸引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心，来吸引我们的这个评判团的心呢？好，他要带来的歌曲就是《天亮了》，欢迎他。住的眼，住在那美丽风景相关的地方，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就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太
佩服这些小朋友们啊，今天已经是大决赛了，压力一定是特别大，可是呢他们还是能够把最完美的呈现给大家哦。对，另外有压力的是五位评审，就是我们坐在那边的五位评审要去伤脑筋了。好，那广告之后我们再见，稍后见。盛产于泰国东北香米原乡的金和皇族香米，金甲般的糠壳呵护着丰硕饱满的颗米免受污损，完好储存颗米中的营养精华，保留独特香味，芳香扑鼻，松软爽滑。金和皇族香米，粒粒娇生惯养。陈志晨，宋甜甜，下一集为什么好好送花给我？ Johnny 又有新花招，你自己出去看看。你是不是喜欢一个人？ Jason 醋心大发，什么人？ Johnny。 飞短流长父子兵，星期一晚上7点八频道。I've never had a student like you. You break properly. You change gears smoothly. Your skill is amazing. You would be a perfect Formula One driver. All the classics from 1989 till 2009. The greatest dance hits ever. What is love? Baby, don't hurt me. 'Cause every time we touch, 20 years of the best dance music from the biggest artists. The greatest dance hits ever. Available for a limited time only by EQ Music.全新 Lux Wake Me Up 给您飞一般的沁凉呵护，让肌肤格外清新爽适，柔美诱人，绽放清凉爽快之美。 Lux Wake Me Up。 同样的四个格子，生松超市要看他们选择的是哪一个。第一位拨电话给他的呢是这位朋友，叫张伟，如果没有念错了，不懂第几声了。OK， 张伟啊 ，OK， 张伟大哥 ，OK， 他是住在 Jurong West Avenue 的一位朋友，花了47.2元。是吗？是我们的张伟大哥吗？是张伟还是张伟？你问他喽，等一下。
好，希望会在家里哦接听电话，然后自己来选择要开的格子。Jurong West， 住在 Jurong West 的一位朋友，可能真的是张伟大哥，他不敢听电话。好，没有办法联络上他，我们要帮他们来决定了。这边，对对，阿姐这边，轮到你了，你去。OK， 我们来转了，可以看看到底呢要开哪一个格子哦。生松超市到底会是哪一个格子呢？祝他好运哦！开的是生会是多少倍呢？会是多少倍呢？多少倍？好，我们祝他好运哦！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100倍？60倍，恭喜他获得的奖金是2832块钱，我们会电话联络你。是的，恭喜这位张大哥。第二位朋友，匡慧。啊？匡慧？你不要这样哦，不是黄慧，不是黄慧啦。虽然他没有到外景去，也不是他啦。58块5毛半。匡慧。OK， 我们试多一次，来了，我们试多一次，58块5毛半。希望他为自己来接电话了 ，OK？ 这个是写得很清楚，哎，没有可能会答错的。OK， 这是写得很清楚了 ，OK？ 这位匡慧没有办法联络到你，这是你来了，这是你来了。大王，不知道。好，生松超市到底会开哪一个格子呢？什么？生松超市？是哦，好，来，是，你不要100倍。白白还好吗？百倍，比我100倍，50倍哦。50倍，奖金是2927块5毛钱。我们会联络他的哦，这位朋友。第三位朋友，这张收据不是很长，所以他只花了124块3毛，124块3毛钱呢。哇，他买的都是贵的货喽。是，这位朋友是住在后港的，澳港的一位朋友，后港的朋友，希望他来接电话。他姓谢，是谢吗 ？Hello， 你啊，理财在吗？我就是。哎呦，理财你好，我们这里是缤纷万千在生松，你要发财啦！谢谢你，恭喜恭喜，生松超市4个格子，请问你要开哪一个？生松超市，请选一个。松。好，祝你好运，来，我们帮他喊一喊。你要喊哦，你要喊100倍，百倍，你自己来喊，你快点，越大声越有啊！我帮你喊100倍，全场为你欢呼啊！你真会理财啊，到生松超市去买东西，真的是发财了啦！12430块钱发了，恭喜恭喜！你是在等我们电话是吗？对，真的，太幸运了。我们会再联络你 ，OK， 拜拜。恭喜，我们再联络你，拜拜。好了，不要忘了，待会还有千倍赏哦，还有我们的特别嘉宾呢也会出现。不过在这之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百倍在哪里。是这一轮呢，我们的百倍都在送。好了，广告之后我们再见了，待会见。是的，稍后再见，不要走开哦。线上优质床褥是你全家梦寐以求的首选，我们拥有的顶尖品牌与绝佳优惠更胜于新加坡其他商家，让你能更轻松地做出最称心的选择。
无论你有什么喜好，总能够找到最合适的床褥。我们的 Sleep Clinic 专家随时为你服务。先生，让我帮你。Courts Sleep Clinic， 你首选的床褥床具专家。因为不想打扰，我在寂寞的墙角说你也一样爱着我，有一个温暖。 K 歌王子张栋梁全新专辑《沉默的瞬间》席卷台湾销售榜冠军，全亚洲轰动发行。 KFC 外卖专送，让你每天领取千元现金，真正难以抗拒。 KFC Delivery 6222611，上网订购可享有双倍的赢奖机会。您的洗发露能像 Dove 一样修护损发吗？如果您看出不同，就知道美发院品牌无法像 Dove 那样修护损发。唯有 Dove 产品添加了全新高效微颗粒精华素， Dove 受损修发的专业护理。Come join us at the Blissful Bride's Wedding Extravaganza from 16th to 19th July at Vivo City and stand to win a lustrous diamond necklace from Suki Jewelry。一辆载满狮城游客的巴士前往金马伦途中和卡车相撞，28人轻重伤。所得税课题没影响购买私宅热，有新项目一推出就卖出过半，请锁定八频道十点新闻。盛产于泰国东北香米原乡的金和皇族香米，金甲般的糠壳呵护着丰硕饱满的颗米免受污损，完好储存颗米中的营养精华，保留独特香味，芳香扑鼻，松软爽滑。金和皇族香米，粒粒娇生惯养。缤纷万千，愿为你。掌声欢迎情歌王子张栋梁带来的《低调》。Hello。送给你们我的新歌叫《低调》，谢谢。嬉笑打闹拥抱，留下了那么多开心合照，互相取暖依靠，熬过了最低潮，一起生活也一起埋怨过，走过最好与最糟，我在心里想的不用说明你知道。晨昏日夜颠倒，这房子突然没从前热闹，散落一地微笑，没有人去打扫，感情很微妙，再多付出也好，再多关心都徒劳，爱从来就没有固定的轨道，它最后停在哪里谁知道，我的难过是如此低调，因为不想打扰，活在寂寞的墙角，努力的对自己好，你用微笑回报，朋友和亲人不重要，我的悲伤是如此低调，傻子才会哭闹，就算你发现也好，我想你一定会选择假装不知道，只怕我自己的掩饰不够好。 Hello，颠倒，这房子突然没从前热闹，散落一地微笑，没有人去打扫，感情很微妙，再多付出也好，再多关心都徒劳，
爱从来就没有固定的轨道，它最后停在哪里谁知道。我的难过是如此低调，因为不想打扰，活在寂寞的墙角，努力的对自己好。你用微笑回报，朋友或情人不重要。我的悲伤是如此低调，傻子才会苦恼，就算你发现也好。我想你一定会选择假装不知道，只怕我自己的掩饰不够好。谢谢。我的难过是如此低调，因为不想打扰，活在寂寞的墙角，努力的对自己好。你用微笑回报，朋友或情人不重要。我的悲伤是如此低调，傻子才会苦恼，就算你发现也好。我想你一定会选择假装不知道，难道是我对我自己不够好？谢谢，谢谢，谢谢张栋梁。你好，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 ，Hello， 大家好。那这次来到新加坡，重点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新专辑嘛。是发行的新专辑叫《沉默的瞬间》。嗯，那里面有什么歌啊？还是有哪些啊、曲是你自己很喜欢的？刚刚唱的那首《低调》就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其中一首。然后这一次也有一些摇滚，然后有很多的情歌，然后啊、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是，可是你的专辑是《沉默的瞬间》呐、啊，然后主打低调，然后你显得很含蓄啊，很低调、欸。是。很低调，很含蓄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这张专辑真的非常贴近我自己。那可是其实艺人很多时候就是你要高调啊，或什么。但其实私底下我真的蛮低调的。是，但是还是吸引到很多的这个，你看你的歌迷都会唱你的歌了。谢谢谢谢。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吗？很开心来到新加坡跟大家见面，真的谢谢你们，谢谢。好，那当然也希望呢你在新加坡的宣传一切顺利，然后唱片要大卖哦。会，谢谢。好好加油，谢谢。谢谢张栋梁。好，那当然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大家呢都很期待的。是的，时来运转千倍赏。在我们的现场，大家也看到我们四位小阿里巴巴又出现了。是的，大家也看到他们手上呢都握着一个幸运球啊，球上面呢分别有300倍、400倍、500倍，还有1000倍。那当然，待会儿呢就要看看这位幸运儿呢会选择哪一粒幸运球，然后获得多少倍数的钱了。是，当然要先找出一个幸运儿了。好，来吧，来吧，来，要从哪个箱子里面抽出这位幸运儿呢？第一个箱子还是第二个？第一、第二、二，好，来，到底会是谁呢？我也很紧张哦。好，这位幸运儿已经出现了，现在呢就要开始打电话联络你了。全新加坡有看节目的朋友都在紧张，到声松购物的朋友也在紧张。这位朋友呢是花了40块05分住在 Woodlands 的一位朋友。今天我们这个钱呢一定要送出去哦。对，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人哦，希望他可以听电话。手机号码，在 Woodlands 的这位朋友啊，就是手机号码，住在 Woodlands Drive 的一位朋友，姓妞。姓妞，你住在 Woodlands 吗？Hello， 你好。请问你好，请问是 New and Dick 吗？是啊，什么事？你好，我们这里是缤纷万千在声松。好，你是我们千倍赏的得主哦。是千倍赏哎、欸，1000倍哎、啊，好幸运啊！你在看电视吗？没有嘞。OK， 你在外面呢。啊，好，你先拿着电话 ，OK。你等一下啊， okay. 等一下。好，我们的四位小阿里巴巴，请你们
和尚幸运球。请转动我们的幸运盘。好，现在请启动另外一首歌。这是一个神奇的夜晚，就在今夜，有一个人，他的命运会改变。这里有金银财宝等你来选择。好了，那这时候我们的四位小阿里巴巴呢，也已经再一次的拿到这个幸运球了。那么我们的一千倍到底是在哪一个球上面呢？我们都不知道哦。好 ，Mr. New， 嗯，我们有四个小阿里巴巴，分别呢代表着生松超市四个格子，请问你要选择哪一个？生松超还是市？其中一个是一千倍哦，但是不知道在哪里，你猜一猜吧。生松超还是市？生。好，祝你好运哦。好，这时候请拿着生的小阿里巴巴打开幸运球，400倍。好，我们先来算一算。对，400倍哦，奖金也很高了，恭喜你获得的奖金是16020块钱。16000啊 ，Mr. New， OK， 恭喜你哦，恭喜高兴吗？高兴啊，好，继续到生松超市去购物 ，OK， 我会再联络你的哦，恭喜你，拜拜，好，那当然，这时候我们要来看看哦，另外三位小阿里巴巴手头上的幸运球，请打开，在哪里？原来在超的手上哦，一千倍，是，好可惜，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下次还有机会的。好，那当然这时候呢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四位小阿里巴巴还有我们的巨人，谢谢。是的，谢谢。那现在节目已经到尾声了，我们要马上给大家公布我们这个大决赛的成绩咯。好，这时候呢我们马上呢就有请我们的八位参赛朋友出场。今天有好多小朋友来，小朋友今天是金和小朋友歌唱比赛的大决赛。对，我们的八位小朋友里头呢就有冠亚季军，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造型奖跟我们的童真奖。是的，当然我们要欢迎生松超市的董事经理林福清先生到台上来为我们颁奖。欢迎林先生。哎，好，林先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当然呢就是要为我们进行我们的颁奖。林先生请。是的，我们先要颁的是我们两个附属奖，我们先公布两个附属奖。第一个附属奖是最佳造型奖。是的，你们觉得谁应该获得最佳造型奖呢？别好奇。最佳造型奖得主是编号七巫玉文。恭喜巫玉文小妹妹得到这个最佳造型奖，他可以获得1000元的现金奖，谢谢他，恭喜。好，接下来要颁发的就是最具童真奖哦。最具童真奖的得主是编号四，蔡新田小妹妹。哎呦，好，蔡新田小妹妹同样也可以获得1000元的现金奖，恭喜她。恭喜你。好了，下来呢就是大家非常关键的冠亚季军了。是的，前三甲到底会花落谁家呢？先颁发的是季军。季军，我们金和小朋友歌唱比赛的季军得主是，他会是编号几呢？编号几？他是编号。编号。二，李双鱼。恭喜李双鱼小妹妹，恭喜你，她将获得2000块钱的现金奖，还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奖杯。哇，她的这个都跟我一样高了。恭喜双鱼小妹妹，恭喜你。
好，那当然我们还有冠亚军哦。你们觉得现在我们要公布的亚军是谁？哎，没有人要猜，因为他们要他们拿冠军。是，真的有你，大家都要拿冠军哦。好，亚军得主了。好，获得亚军的就是编号。恭喜！再次得奖哦，这次是得的是亚军，你可以获得3000元的现金奖，还有奖杯一座，恭喜！好，这时候我们的现场呢，剩下6位参赛者，要角逐就是我们金河小朋友歌唱比赛的冠军宝座。好，冠军！冠军会是谁？到底冠军是谁？是谁？好，给大家公布。金河小朋友歌唱比赛大决赛，获得冠军的就是编号。编号几？编号几？我听不到。他就是编号。编号一，杨林小妹妹。恭喜杨林小妹妹，她可以获得5000元的现金奖。恭喜恭喜恭喜！当然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林先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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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谢谢你。那在这里呢，其他的小朋友们呢，各可以获得一个优胜奖，也就是可以获得1000元的现金奖。谢谢大家的参加，好，大家辛苦了，很努力了，辛苦了。好，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要再一次呢，请出我们今晚的表演嘉宾，再次欢迎张栋梁。谢谢今天来到现场。是的，谢谢你。在这里呢，我们也要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在家里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对，其实一整系列这样走下来，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陪着生松啊一直在成长嘛，是，到生松去购物。那当然也要代表生松超市呢，非常感谢所有朋友的支持。是，我也要谢谢你，我的好搭档。我也要谢谢你，还有所有的这制作群啊。是，那也当然也很希望呢，所有的朋友会继续的支持生松超市。是的，希望我们很快可以又再见面哦。好，再次非常谢谢所有朋友的支持，下个系列呢，我们很快就要再见面了。是的，不要忘了下一个系列哦，继续锁定我们的，继续期待我们的缤纷万千再生松。谢谢，拜拜，拜拜。歌唱为了你，歌唱为了欢乐属于你，缤纷献给你，缤纷献给你，全力为了你，缤纷万千。全为你，歌唱为了你，歌唱为了你，欢乐属于你，缤纷献给你。缤纷万千再生松，是由生松超市诚意呈现。